谁在那里？李雄，是奎木狼让你来的。你已经不是我的隐卫，以后你没有必要做这些。不是奎木狼，是我自己想这么做。我今天是想来告诉你，川儿找到了。他在哪儿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你先别着急。 川儿，他现在身体虚弱，奎木狼说，等他明日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之后，再与马云雄一起对峙，共同审问。